虾尾吗？这是我们家龙虾尾啊，壳薄肉厚啊。我都吃完了，快给我再叫一下。好嘞，一包200克的生鲜龙虾尾，2个9，12包，138、17包，下面工厂直接搬。老板，别说话，每包200克的龙虾尾上才艺，一包、2包、3包、4包、5包、6包，你别说话，7包、8包够了吧？老板，别说话，9包、10包，你别说话了，下面购物袋直接拍就行了。我玩都是墨。昨天啊，和朋友出去吃饭，非要点那个小龙虾。难道我们家小龙虾它不香吗？我们家小龙虾一包是200克，2个9，12包。你们下面可以看一下，看它香不香。大补时间到啊，宝宝们！哇塞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哇，还不行啊，宝宝！哇塞，等着籽啊，不该吃。哇，看没？哎，今天不让我吃了是不是？都籽儿，都籽儿，苦苦的，真棒。